Hello，大家下午好。来，Uncle Robert 跟镜头前面的 say hello 下。Hello，Hello，I'm Jenny。我是 Jenny。现在我们在沙巴 KK 这边，然后刚才我们就很荣幸啊，可以听到一个很棒的见证，是关于我们的许若多的哈。所以 Uncle Robert 呢，就是在吃了我们的许若多有一年的时间了，对不对？有一年的时间，他之前是大肠癌的，第二、第三期的病患者，应该是这样子讲。那通过姐姐在 KL 的介绍，就一直不断的叫他吃许乐多，所以我们可以分享一下，安哥，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你之前有这一个的大肠癌的之前，你有什么任何的征兆，让你看到原来你有大肠癌，一 check 就是第三期这样子吗？有没有症状啊？早期係嗰個肚臍下邊咧，阿哥，你可以轻一点，啊，大声一点，这样子。早嗰陣時係個腸個肚臍下邊咧，只想耐唔中要抽痛啊，痛好似抽筋痛啊，幾秒鐘，30秒咁啊，又唔痛咗，我只有胀，啊，会胀，我会唔痛胀咗，啊，都胀唔痛咗係咪？跟住就個禮拜咁啊，就屙屎比較硬。啊！嗰時就顺，以之前係，不顺的。之前係日日都有大便嘅，跟住過後咧就大便啦，佢就隔日嗰時隔2日先有屎屙，屙出嚟啊硬又唔多，不顺就啦。跟就過後就係個肚啊慢慢脹啊，成硬硬胀胀咁好似。啊肚個肚慢慢脹咯，腫上嚟就有親戚朋友講係咩啊，俾你。落光頭啊！嚇、啊，落光頭，我哋走去揾嗰啲巫師去食藥咯，食藥就飲咗嗰啲藥，啲土藥咧就屙到啊，屙水喺都唔妙好嘛，唔妙好就仲要脹嘛，脹咗就過一個禮拜食咗嗰刻個禮拜咧睇醫生，私人醫生嗰啲藥房啊，同埋。嗰啲普通個醫院醫生係咪就去唔係就喺咩係咩 X-ray 啊X-ray 啊去照 X-ray 就照到早期就照到冇嘢冇嘢就俾我食藥，佢講係胃脹風啊，食咗就唔好就我就自己走去私人嗰啲去照 CT scan 啊，照個腸胃。就照咗出嚟個腸胃啊，生一粒瘡塞住個腸大腸，啊塞住大腸就嗰個嚟幫我就完全就揾去醫院咯，醫院俾個醫生睇，啊好大粒喎，5个cm 的那个瘤在大肠那边啊，啊塞住咗嘛，屙唔到屎唔出，後尾就個醫生睇到就隔日就幫我連除，緊急開刀，開刀出嚟，我醒咗，問醫生，我係咩事？佢講我個腸嗰度中咗 cancer，第二、第三期，不過佢未 confirm，佢就攞去化驗，化驗跟住過2个礼拜後就證實係 cancer，啊大腸癌。所以你就马上做 chemo 佢就等我個開身刀手好術啊，好咗，好咗，我先做 chemo。哦，所以你係個傷口好咗，開刀個傷口好咗，先開始做 chemo 啊，做啦。建模啊，做建模個建模係做3个礼拜就一個 round，做8个 round。化疗化疗八个 round 啦。8个 round 啊，做8个 round 先起講，響你個響你冇，即使講佢冇 control 到，就做12次，8次口佢就 control 咗，佢就冇俾我做，冇俾我做就冇俾我就停咗冇食藥。就積血咯，個頭去驗血，3个月頭後，佢就曉又有發現到佢感染到個肝啊，個肝嗰度又發起嚟，過後又要嗰，我問你過後我問你問你咩嗰啲係咩嚟嘅？佢話係 cancer 感染到，就我問第幾期，佢講呢啲應該係第3、第4期。因为打扫你两个，一个肠同埋一个肝，都系好沉默的，
当你有 check 到有 cancer 的，打手都系第三、第四。啊，响第三、第四，佢讲未 confirm， 佢讲攞去化验咗出嚟，先嚟 confirm 咁咯。啊，咁啊，做咩你识咁有信心做紧化疗嘅时候都食树螺多咧？因为好多人讲，化疗在化疗的时候是不可以吃任何的保健品的。我相信医生都会有建议说最好不要吃。但为什么？首先你同我讲你喺医院睇冇医生嘅时候偷偷食，点解你对树螺多咁有信心呢？我瞓紧医院嘅时咧，我瞓喺医院嘅时系咪？我人咧就好弱嘅，成日瞓觉嘅，就我姐就俾我食呢个药，呢、这个呢样嘢。佢講你試下食，樹螺多啦。啊試下食，食開呢個比較能比較精神。佢講比較精神，冇講乜嘢，就係比較精神。我就走去食，之後做一包，行一包啦。但係我食緊係偷偷食。時君醫生講你冇食保健品。佢講佢同佢講講話嘢啊，你不要吃 supplement 咯。现在你吃药哦，你的肝啊，他讲等下你的，他讲你的震动啊，啊，你的震动等下你顶不顺啊，他讲你的震动等下顶不顺哦，啊，但是我就为咗我自己嘅精神啊，成日好似好攰咁样，好攰又已经瞓觉，我就食咯，偷偷食咯，啊，食咗人就比较好好多。就開始精神啦，你 feel 到好多呢種冇成日係昏昏沌沌咁樣瞓喺牀嗰度咁咯啊！咁你做緊化療都食樹螺多嘅啊，仲有食一路有食，早咗係食一包，阿妹食到食開過後，我睇有幾個禮拜咗啦。阿妹我姐講一包唔夠嘅，有食兩包。一系三，哈哈！食两包两包，最少食两包两包咁咯。两包我又食两包两包，人够仲我精神。种平时我中意睇书系咪？平时我睇书睇一两个钟，一个钟头咁啊，我就个眼顶唔顺咗嘅，我瞌下嘅。后屘就食咗就人个精神啦。有时睇成半日书都冇咩嘢，系下中午我瞓晏觉啫。哦，因为首先因为我第一排嚟到 KK 呢度嘛，第一排见到 Uncle Robert 同埋 Jenny 啦。头先我哋一齐食 lunch 嘅时候，佢仲可以食一大碟，哇，胃口好好噶、哦，完全睇唔出系开过刀、腱膜紧嘅人。你相信你身边人都觉得你唔似咯。佢而家中气好十足噶咧 ，Jenny 中气十足冇佢。中气十足嘛，他啊，讲话也是很大声，是不是？很大声啊，那个气也是很好，胃口也是很好。所以你现在还是一直在吃着我们的许罗多啦，所以我们今天开这个 live 呢，只有是要帮更多的如果真的是有 cancer patient 的人，真的也可以尝试我们的许罗多，因为很多人就是会担心在化疗这能不能吃，适不适合吃，但其实我们的 Uncle Robert 也真的是一直照吃，然后分量也越吃越多，然后整个人真的是很angry的嘞，他的脸色真的。然后我们会做一个对比图，之前跟之后它的那一个的分别，所以你要问 Jenny 看是不是它的那个分别啊，有分别，比较健康，精神一点，比上次啦好很多。所以阿哥要问你会把有需要的人你会跟他分享吗？这个这样好的产品应该要了应该要分析，应该要 分享出去了，帮很多人了。然后你有什么话要跟你姐姐说吗？我谢谢我姐姐给我吃这种好的产品了。对对对，所以好啦，我们的分享其实今天到这里啦，所以我们来安盖尔伯跟 Jenny， 我们跟镜头的前面讲再见。再见。我们也要谢谢安盖尔伯的分享哈，也谢谢我们的 Jenny。OK，Thank you。Thank you。好的，拜拜。